Agachate.即马地力恶口报哈，缓解，就是讲这个恶口报，恶口是粗恶的话，哈、哦，亲像世间皆骂人，大声皆骂人，还是小细声皆咒叹人，迄字就是细声的意思，大细声，哈、哦，骂字就讲大细声安尼，大细声让人骂人，哈、哦。因为这种的精神是由骂而怕，啊，就抬，吼、哦，笑呢是，那是讲代志较小事，就是差不多一个人，诶，这个个人甲人的中间的这种纷争，啊，那无就变家庭，吼、哦，啊，那无呢，更加大的社会甲国际的代志啊，吼、哦，所以这种的害，恶口的这个，诶，这个个口舌害吼，真大。所以现在在讲，那是离错恶的话，因为个骂人无好话叫做戆啊，有无？骂人有好话无？你拢袂讲大声加恶乐嘛？哈，安听无？那有安尼？大声嚷人，那叫大声讲恶乐，那要讲恶乐就细声，哈、哦。啊，所以呢，离错恶话，啊，接着柔和的这个语言。但是咱即马来下面这段我补述，爱注意哈，是恶口，是恶口报。这里有那乡政府片内底一段哈，恶口，吼、哦，就是粗恶的话，就是包括骂人、骂人、错人，吼、哦，这种叫做粗恶话。啊，那无就行动，行动是包括纠缠，你都好安怎，你都安怎呢？迄、那个叫做行动的话，啊，那无就咒人死。好、哦，安怎样哈？一个字咯，阿那无得攻击人。好、哦，安了解无？搁再讲就是种尖酸刻薄，譬如讲讲起话拢会格格要伤人安尼。我讲听无？讲话专门格啊格格要伤人，迄款的人叫做尖酸刻薄的话。因为咱人那是个亲咯，危险，好、哦，都容易靠出话语安尼，话语就垃圾话。譬如讲，你皆受气，啊受气拢会迁怒，啊迁怒搁再来呢，就骂骂迄个歹听话安尼，吼、哦。所以这个话语从口出了后，会损人，损人迄、那个，损人迄个艰苦，和对方是有多个挂呢？所以恁做大家过啊嘛吼，恁若有一半个歹心妇，讲个话拢要激恁，下边恁有家庭有安尼无？无上好，听话。恁看迄个个，迄电视剧不是有做一款，迄、那个新妇啦、查囝啦，还是后生讲的话，用对爸母足不礼敬的，好无？电视剧你捌看吼？迄款的人，都会互人亲像，比如讲恶新妇讲的话，甲大家生、甲大官安尼生，互大家官伤心，都是倒去挂呢。安怎样不？啊，所以恁即马一定爱注意啊、哦！对时代绝对袂使安尼做。你若对时代安尼，我甲你讲，你的后遗症，把只恁的事实，我来对你安尼。我无骗你，因为一波还一波，啊、哦，这是必然的哦。所以这个就是生人啊，但是搁在害家己。因为这个经典中有讲到安尼，一个恶口就一个地角，恁来注意。一句恶口的话哦，就一个地价个。啊，所以佛陀有人讲安尼啊，你用歹嘴去骂人，都亲像举斧头去剁家己颔棍啊。爱做注意哦，所以尽量用柔和的话，唔通大声细声，吼、哦，安尼要伤人。但是伫个宝刹别境内底人啊，吼，有一句偈言：粗言呛恼人，好发他淫书。公共难调伏，先严考个贵人，用着粗言粗语，要何人恼怒？粗言粗语就是啥呢？迄款大声啦，大声叫做粗言粗语，啊，那是细声叫做柔言，哈、哦。这种的人甚至搁在激发别人的过去，这个叫做放发他淫书，别人的过去迄、那个唔对，啊，你搁个要讲乌出来，互别人知。所以我跟你讲一下吼，咱讲实在啦吼，
别人过去唔对，但是人即马反正修比你较好。你有啥物通去讲啦？听好无？人即马都修比你较好啊，人过去唔对都唔对啊。你那得去讲人讲，阿姨即个人过去安怎？你个人啊，其实是混蛋。我不骗你，你家己是混蛋。你假讲看人过去，唔过你即马为甚唔看人现在？啊！你未含人比平行，啊！你要个要非别人，啊！要个讲人的过去，你是不是混蛋加三级？我讲你有听有啊吧？未使即啦！你今仔日不如人，啊！你去讲人过去，要创啊？是要害？要害人？安怎来迫害人嘛？我讲你有听有啊？你唔学人心啊！啊！你卡要学人过去阴书？哦！我跟你讲，你必定对了。你若是去讲一个法师，哦，这法师过去安怎样？所以我即马讲一个哈，法师今生今世互误会，还是讲伊真正就有做在我个，哈、哦，万一你是真正有做在代志，我讲你若有真实的忏悔，菩萨有那谅解你，安听无？哈、哦，所以我即马讲一句实在，法师会过去，这个法师会过去哈，那、哦、有一天搁再出现。你千万唔通讲伊过去安怎样，安听无？绝对袂使。好、哦，咱人咱修行，这个人有个修行啊，也过去嘛，佮讲清净清净。我讲你听无？啊，咱家己咧，咱家己也唔对，不过咱即马已经改变啦。那么咱家己唔免注重过去，不是刻在心头哩，唔免安尼。你忏悔过了，啊，你重新去，重新做人，安尼罪业就消。因为忏悔，啊，那忏是不悔都唔对啊！哈，忏就讲忏过去唔对，悔就讲未来唔能做唔对安尼，叫做悔。所以咱家己那是有过去有会歹的，啊，人就甲咱指点，哦，安尼唔对，唔对，你得改过，改过你就唔免点更多心来啊！听无？啊，你绝对袂使讲啊，迄、那个人过去安怎样？不要这么讲，安尼你家己算得，哈、哦，你家己算得哦。所以今来滴即讲。如果用粗言要恼怒别人，啊，甲要爱发人的阴书，哈、哦，伊讲这种的人，搁在公共当中，人家坑，爱搁唔肯接受，啊，都要含人自私自我，啊，搁一错再错。所以我即马甲你讲哦，你今仔日家己本身做唔对，啊，你唔敢承认。你搁注重这个代志，搁再讲予家己的母囝听，由母囝搁来误会师父，啊，你是不是段太太慧明？会袂？会袂？我讲你听无？你今仔即家己唔对，你无要相信哦。你搁再甲家己的翁婿、甲家己的什么人讲？你本身已经离开道场啊！安尼来到地，恁翁婿、恁囝袂搁再含三宝清净。我讲你听无？反正你跟他讲法师迄个问题，是你家己自私自利影响出来，还是讲误会法师？安尼跟他讲出来，到尾断恁的慧命，断恁的家族的慧命，应该恁听有吧？哈、哦！啊，你如果用你的误会，搁在家在东山的道友搁在讲，或者东山的道友大家心惶惶，安尼因就离开，罪业啥物人要担？你家己想哦，罪叫啥物啊？你爱打啊，你爱打，你爱对落啊！啊，注意哦。所以我今麦家己讲，一个政治间的法师吼，绝对，我你讲，唔是亲像恁个讲，但是因为政治间的法师，伊去安怎做，恁看无？我讲恁应该恁接受，恁看无啊？恁未使注重恁家己想的，啊，就来甲其他人讲，那会使呢？这？袂使安尼，安尼落去到底吼，整个团体准予你破坏去，人计起袂调个啊，听好无？你来注意，人都计在人计顾袂调，啊就遐讲遐讲遐讲安，讲到好这个团体安尼乱正正，啊人家你讲你阁唔肯唔肯接受，这个叫做公共难调，安、啊、听好无？吼、哦。安尼呢，生伫咧岩口恶鬼，什么叫做岩口恶鬼？我甲你讲哦，拢吐血，这个嘴拢吐血，迄种恶鬼的，迄、那个叫做岩口恶鬼。
盂兰盆经、盂兰盆法会的原因，就是用安尼下。这个木建连、木建连尊者，伊得到神通了后，伊想讲因老母一生拢诽谤三宝，啊，生做阎婆恶鬼哦，听无？啊，木建连看因妈妈安尼，所以上腰甲皮皮出，啊，搁在骨头包皮包骨头安尼，啊，再用神通力量，再用迄个钵。上饭菜俾我妈妈食，伊妈妈从即个摕起来了，到家就火烧去啊，烧到无半滴啊。所以佛陀唔较甲讲，叫伊迄个个佛的欢喜月吼，七月，较落去再精，再圣贤精，啊慢慢较解脱啦。迄叫做阎口恶鬼啊，就是因为伊拢啥呢？因即个老母吼，诽谤三宝，啊粗言粗语，这种的情形。很了解无？迄是罪报真重呢，不是叫吐血呢？你甲看我迄本诶《六道苦报》内底有画一个吐血的鬼啊嘛？迄个地角上就是安尼啊，吐血鬼啊，迄血无吐真长，恁有看见图无？吼、哦！所以千万唔通迄个个恶口啦哈，唔通恶口。吼、哦！佮再来在地道论讲安尼，有个鬼。啊！先世恶口，好以粗语加比众生，众生恨恶，见之诛修，以此罪过归过对恶鬼中，有一个恶鬼啦，有恶鬼，因为伊过去世恶口，拢总用迄个粗话来讲骂，叫做加比众生。哈、哦，所以这个众生真侪人拢对真恨，啊，真讨厌。所以看到伊，咱就看安修人。到尾呢，伊这个罪恶，这个恶口罪对了，这个恶鬼定安尼。这里在地道人有这段写法，哈、哦，这么来哈。今麦这个是要讲迄个沙文的代志啊。法故经讲安尼，随为沙文不立心口，哈、哦，粗言恶说，多所有众生。众所不爱，地下不肖，心系神气，专论三道，主生主死，苦恼无量，诸佛圣贤所不爱惜，家令众生心随无过，不信口业，亦对恶道。哈、哦，法故经啊，虽然出家人，沙文叫做出家，安听无？出家人叫做沙，伊但是伊无。这个念就讲无修炼，无精进，这个身躯的做法甲这个嘴，但是拢总用粗言粗语，迄、那个恶言恶语安尼，这个叫做粗言粗语，也叫做恶言恶语，啊，拢总是死给别众生，哈、哦，众生就讲爱讲迄、那个，讲迄个话去伤着其他的出家人安尼，这个叫做多数众生，但是众数不来哦。造成真侪人对伊袂疼惜安尼，吼、哦！但是是无爱伊，啊，搁再来智慧的人袂惜伊。不过伊身躯死去了后，这个心识离开，就是这个中阴身离开，到尾拢总转轮三道，差不多受到地狱的火，啊，鬼道的刀，啊，加这个个畜生道的火安尼。哦，这个三道叫做道道、火道、甲血道，但是顺机业报，念咪生，念咪死安尼。哈、哦，但是苦恼无量哦，无好过日就对了哈。所以诸佛圣贤，我那袂爱惜伊，龙天八部嘛袂保护伊。哈、哦，家令众生心随不过，比如讲了哈，所有的众生。那是伊身躯无其他的过失，唔过伊口业无精进，原来是对了恶道。干那即句口业无精进就对了。你准无其他唔对了哈，因为这个是我个来讲呢，就是有一个贪嗔痴啦，加心口业嘛。啊，身躯有杀盗淫，就是你无杀盗淫的过失，唔过你口业恶口机器妄言两舌。这四种的过失的口业无精进，你哪会对了恶道？
爱注意这点哦，口业无贵信，无口业无坚信，就对了恶道啊。听无？所以咱啊欠口啦，欠口就讲最后吼，咱的嘴用布袋针填起来了，啊叫做欠口啦哈。布袋针填填哈，爱讲话人布袋针填填。这是讲坚信啊，咱就布袋针填起来，安就对了哈，坚信一下哈。现在来哈，大地道能够讲有一个恶鬼，有一个恶鬼的头亲像猪头，因为那个鬼啊，有那个马面嘛，牛头马面对不对哈？你冇看到嘛？那个个道教画出来，道教画出来，啊，真正真正哈，地界的这个鬼形哦，有足侪种类，但是伊他个亲像猪头，唔过臭糖。拢讲对嘴不是生出来，伊这个嘴拢会生臭虫，但是身躯有金色的光明，俺都奇怪咧。什么身躯有金色的光明？啊，他到进入低头啊，嘴臭啊个臭虫对嘴出来，就是因为这个这只鬼就对了哈。咱讲这只鬼安尼吼，这只鬼以过去写做 BQ。听好不？本来是出个 BQ， 但是伊拢恶口骂你 KBQ。安怎讲？伊拢用这个恶口骂迄个啥？骂那安丹会出家人。什么叫做安丹？恁听好不？譬如讲，咱都要过遐，要过八道寺，啊，无爱去大路，讲像啊，遐都佛寺，咱来佛寺住，迄个叫做安丹。安，安听吼，迄个叫做安丹。这个身躯挂在挂伫伊个了房，好，啊，就在住安尼。但是，伊即个讲，即个鬼的过去写做 BQ， 拢会吹，骂迄个去安丹迄 BQ 安尼，外地来 BQ 伊拢会干骂，来讲，吼、哦。但是伊身躯哦，有那对即个界饲甲真好，所以伊身躯有光明心，唔过即个嘴爱骂人，啊，可能伊骂人骂人低啦，所以伊较变低头啦，啊，听好不？而且伊一定没人知，譬如那安丹的人，有时阵行长途吼，啊，可能未富起来做早课，还是安怎样啊？吼，啊，就讲笨蛋那像猪，安尼没人知，所以没人知就变出去做猪头鬼安尼。安听好无？啊，但是伊身躯会发光，就是因为伊其他感受真好，可是干那只是嘴歹，所以嘴歹吼，伊嘴不是有臭虫出来。安尼看有哈，所以嘴安怎样作业，都有安怎样的报。啊，身躯都无其他的这个歹，所以身躯都发光安尼。啊，所以只猪头鬼煞发光，安听吼。啊，嘴臭，啊，搁在臭虫对嘴出来。这在地道论内底讲的，讲一段这代志。啊，看你家己注意，咱人修行，这项真好，个来这项发现，就变异形出来。异形听好不好？变异形，对哈、哦？变异形哦。你那手不是要爱，譬如你手真好，手不是要有诶无吼？可能这个手唔知要变安怎，唔知啊。安听好不？这真正呀，因为我不转的问题就是安尼啊。残缺嘛，残缺不成啊。但是我你讲啊，咱人拢有残缺哦，心都有残缺啊，心有贪嗔痴嘛。所以咱每一个人拢残障，我不骗你哦。你要相信无？你心有贪嗔痴，就是心残障。好、哦，啊，你手爱杀刀淫。身躯爱杀多淫，就是身躯的残障；你的嘴爱恶口、奇奇妄言，两者就是嘴有残障。嘿，高速公路的休息是讲这个所在残障坑的，对这个没残障。想想看呐、啊，你内心有贪、有嗔恨心、有邪见，这内心有问题。内心嘛无问题，就没有贪嗔痴。无贪嗔痴，你就袂去杀多淫。
特别恶口奇奇蒙眼两者，你都差不多一支啊，上个嘛已经自我解脱了。听好哦，所以修行是修在这哦，所以这内底就讲基础的实证业，对实证业做基础，你要菩萨就要对实证业，要阿罗汉辟支佛那对实证业修起来。好、哦，你家己想啦，你有禅障有无？你拢唔敢答应无？我还有的啦，今仔日还有，实证业无解故障，所以今仔我阿个无解脱，迄个是我的原心。哦，阿个袂当达到迄个菩萨道的这个解脱的水准，哈、哦！但是我即马甲大家讲，着咱凡夫吼，缺点蛮多的，对不对？但菩萨的缺点蛮少，我讲听有嘛？啊，你若要做菩萨的缺点，一直减少，得减少，减少。但是佛陀是零缺点啦，哈、哦！佛陀都无缺点啊嘛。啊，咱即嘛是有道缺点的凡夫，进修菩萨道就是变成小缺点，啊，才慢慢慢慢慢慢，就变成啥零缺点嘛。咱、啊、听无？但是头啊，你要改变是困难。比如讲，你三二经都不是惯习啊。咱听无？南将，啊，你即嘛忽然间想着讲啊，要去讲错出来，啊，去个修给你来注意啊。好，啊，再来直直注意，家你逐渐都别讲错安。哈、哦，他们多一个技术问我讲，这代志要哪解决？头前先注意，到尾就逐渐。比如今仔日吼，一礼拜，我专心安尼走，我问讲，啊，你说你袂艰苦呗？你安尼走敢袂艰苦？往前逐渐啊嘞，往前逐渐啊。我袂当希望讲一个月五礼拜，还是一个月八礼拜？啊，逐礼拜来和恁见面，听好无？逐礼拜来和恁研究啊！啊，这是因缘啦。要搁研究偌济，我是袂当甲你决定安怎吼，袂当甲你讲决定当时要结束啦。这本研究了，较搁看因缘，可能会结束，也不得卡。我恁讲真诶哦，吼、哦，啊，若要听大乘经卡来遐个，因为遮即几个拢有去嘛，过来拢有去，因为遮因缘无解顺。按规定都有那有继续买研究，看因缘，我的预算是到这段，这本实证业都经了。好，啊，我就看看讲我以上者，但是恁师父无伫恁的边啊，恁嘛爱是在修实证业嘛？听无？要证大法王的陀罗尼哦，阮对实证业去。大法王啥物人佛陀嘛？好、哦，我那对下去哦。我即马先甲恁讲。讲遍的啦哈，一年无解顺安尼，哈，安听哈，来，哈，所以即马讲，即马来搁大家看这户口经，户口经内底讲安尼，讲过去徛小佛的时代，第三佛啦哈，现在第三佛徛小佛如来出现伫世间说法。教化众生，但是敲小佛涅槃了后，有一位精通三藏经律论的比丘，伊的名叫做黄头安呢，哈、哦，黄头比丘啦。所以这个三藏比丘黄头，伊时常为大众说妙法，伊做个讲大乘经安呢。但是不过他有一个缺点，他不感觉不对，这样所以这黄头比丘内心又轻视其他这个文化的比丘，他在讲大乘经有很多出家人来听，不过他对有一个轻视呢，都叫他们的偏名，给他一个偏名，比如说叫啊像头的，应该出家人有法号，应该叫法号，我绝对不能说他的伊个个性安怎甲号一个偏名出来啊？譬如讲，迄个有个饲狗啊，吼，捡一狗一个 BQ 呢，啊，有一天寒天人送一只，迄个叫啥？迄皮肤病的狗啊去，啊，寒到皮皮出，一个，伊即马甲号一个叫做皮皮出来安尼。恁新闻都看到无？啊，像这皮皮出来，煞变只狗的名呢？即马来个叫皮皮出来来食饭，迄只皮皮出来就走啊嘞。
安听无？哎，你唔知看到新闻，这是我看得到的啦吼。因为一件寒咧，啊，怎啊好些偏好？很了解吼。所以即马这个 BQ， 这个 BQ 和其他在听经的 BQ， 安听吼？伊即马大家叫一个，大家叫青头，一个有大家合作马头，有叫做驴头，啊，有大家合作羊头、牛头、猪头安尼、狮头安，吼。哦、我看的是较公益，就甲叫低头啦，应该是安尼啦，哈、哦。啊，那买面买面的，可能会甲叫买头的，哈、哦。因为有的人是这个面较面型较长嘛，哈、哦，可能是安尼甲喝出来。啊，伊应该爱讲尊称，因为伊会当出家，就甲尊称，某某师，安尼就对了，哈、哦。但是这个用众修的名称呼唤比丘众，所以就是安尼。以偏名呼唤，这位黄头比丘虽然能说经法，但是依然免有口业之罪报。听到无？罪无相抵哈！包括你有听有啊哈？罪无相抵，你有善作善因得善报，恶因恶报哈。但是你若恶因无要是恶报，你得忏悔，这是两回事。还听到无？忏悔。所以伊这么来哈。但是难免口业之罪报，后来死去了，对吼、哦，虽然无对到地狱，可是呢，经过数千万劫，受苦无量，伊要落地狱。但是地狱吼，伊进来在讲，后来心怀病种，难免落地狱，有落地狱。伊敢若讲讲安尼，就落地狱啊？安听无？即句话是安尼，我头先讲唔对哈。但是经过数千万劫哦，唔是讲小看尔哈。一劫就是一个地球的生命嘛，安尼等于几啊千劫、几啊万劫，就是等于几啊万的地球生诸坏空鬼，伊拢伫地角受无量苦。但是地角受苦了后，迄、那个罪报还袂清，从地角出来，生伫大海中，受着这个出世到水性的怪兽。那么这个就真正怪兽啊！一个身躯百粒头，安听好无？八粒头，伊个形体真大，无八粒头要钱到底啊！哈，安听无？好、哦，伊个形体真大，但是其他水族之类看到了，拢较紧顽皮，唔敢接近这个怪兽啊！啊，你敢看得苦无？所以，就我跟你讲，人个偏名若无好听，你卖学白讲叫。安听无？恁个孙仔卖学白较好偏名。我跟你讲真正，你个囝卖学白好偏，人阿要甲叫偏名，那卖甲叫。尽量叫好名，安尼听好无？啊，你卖人个囡仔人别人啦，甲恁个囡仔叫偏名，讲啊，拜托你卖甲叫个名歹听，吼、哦，卖甲叫，即个要注意哈。因为咱讲叫偏名，家己咱都有罪啊。啊，咱若恶了人，咱有德有功德，你讲叫偏名，咱都有背信。所以同事中间，咱卖讲恶别讲好名，恶好名，你家己将来有哪会受苦？你家想讲这个 BQ 讲。好二头、五头、八头、油头，安尼俩，你甲看伊摆只边，都对着地角，啊地角保真，千万劫保真了，佮出去伫海里是只怪兽，几百粒头诶，哈、哦，记咧哈，即、这个是佮讲啊，即、这个、就是户口经保护即个口业，即、这个叫做户口哈，毋是门牌号迄户口哈，啊、哦，保护口业唔通唔对，来佮再看下。正一阿含经来滴讲啊，令以离剑，即挂机线，吼、哦、不离恶口，错去对三恶道。宁可用着来诶剑挂家己诶字，譬如讲今仔日你诶字哦，拢会讲唔对话啊。伊讲安尼，宁可字挂后当卖讲话，安、啊、听无？绝对唔通用恶口错去诶话来伤人，伤人来对着地个，对着恶道。因为安怎呢？一般对着三木道拢总惊透透，地角了起来畜生，畜生了较过恶鬼。啊，若有诶是伫地角了起来恶鬼，恶鬼了搁畜生啊。迄、那个叫做啥呢？以十二尽以上拢总受过三毒，我看很了解吼。所以恁大家心中一个哈，咱这兄弟姐妹哈，唔通讲做做了啊，甲家己摆起来去歹看想安尼。吼，即卖来哈，搁再看别人间。
这个《白岩经》内底有讲这段故事安尼，伊讲有一位长者的夫人，哈、哦，伊有一天怀孕，有心啦、啊、哈，不过伊怀孕的中间啊，身躯的门梗忽然间准发臭味安尼说，安尼就足奇怪，可能含这囡仔有关系啊嘛哈。伊阿未有心的中间就无这代志，有心了就这代志。但是咧，人人拢唔敢亲近你。后来生一个囡仔，十月了，原本生一个囡，这个囡仔竟然规身躯拢晒安尼，听无？但是囡仔年纪长大了吼，伊无愿意住厝里，但是到处流浪，拢讲食晒，一世界拢捡晒开食安尼。这个囡仔就是怪癖变安尼嘛。别人去吃不好吃，但是他吃菜好吃，咱了解吼。但是老爸老母啊，甲伊的亲戚朋友吼，拢唔愿去见这个囡仔，随在去流浪，因为伊含一般人无相像，所以呢，因此人名为阎婆罗安尼。另外一个名较好做阎婆罗，是因为伊吃菜，所以人家较好这个名。但是长大了后哦，伊个随佛出家。阿个正阿罗汉个，你个想法阿罗奇怪无？好、哦，一心拢食晒，一心拢食晒，到尾变安尼。但是有一个地主请示佛陀，讲这个阎婆罗的前因阿个业力是到底是安怎开安尼？佛陀甲甲讲，因为伊过去世伫苦流顺佛，苦流顺佛就是咱现阶第一佛的款，苦流顺哈苦那含。阿卡夏就是咱在现阶第一佛的时代哦，一出家做习俗安尼，习俗就讲伊做主持。但是呢，有一边因有真济出家人当这个洗身躯，啊，有人用着这个香油抹身躯。我咧讲香油，差不多拢檀香油。檀香油抹身躯，譬如讲咱讲一个较，你若感觉讲较舒心吼。咱若要降火，要擦香的进程，这个手抹一个檀香油，安听有无？吼、哦，抹一个檀香油，这个是佛经内底有这个记录。啊，若无得身躯洗好，安尼清气清气，家来降火安尼。你来注意哦，我无甲恁讲六斋日来清净日哦，好无？我甲恁讲嘛吼、哦。啊，你若在家要献香，爱身躯清气哦。恁伫中国人家庭内底一定爱身躯清气哦，所以六斋日斋得清净嘛。哦啊、所以你用一个买一个迄个檀香油，啊，若是讲要去做扎克吼，应该你手洗洗那把剑，吼、哦，绝对袂使手不净，啊，拿香来拜佛安尼，上盖无用清，打清气面巾擦一下，了解无？面洗洗擦一下，啊，嘴洗洗安尼，开来献香，啊，身躯换好整齐，啊，注意这点哈。所以今麦这个习俗哈。看到有人用香油涂身啦吼，啊，人较早佛陀在世时吼，要去听经拢爱，身躯拢爱抹檀香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一挂农夫吼，伫田里等啊，拢规身躯臭汗生，啊，就较紧抹油啊抹，安尼啦，安尼知影吼。但是种即个因有人香油涂身了，在经藏中有一位已经证阿罗汉果的，就是即、這个。主持下面有一个正阿罗汉过，准好这个施主看到了，看伊讲，大家拢总抹香油，啊，这样准甲大妹，大妹中间嚟讲，恁出家人以香油涂身，不如用晒涂身啊。哦，这句话就袂得啦。讲恁既然要用香油，那么恁看唔去用晒抹抹。所以，我甲你讲，真正唔通乌白开吹啦哈。然后，这位弟妹。阿罗汉比丘现神通，哈、哦，现神通我看了，所以这个主持看到伊，了后种跪地忏悔，哈、哦，求这位罗汉比丘下面的罪，哈、哦，但是这位施主因为恶灭因缘，所以命中了出生五百岁，身躯是种臭味啊，五百岁啊，但是一句话也唔对了。苦恼呢？你也知影，迄有非常苦恼。出世拢安说，人拢唔敢亲近你。
但是因为伊当时积极忏悔，所以今生佫再来遇到咱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听吼，伊都有随忏悔啦。伊听着讲，这个是罗汉，是罗汉果的出家人，伊随忏悔，所以伫佛前出家得罗汉道。所以主，我跟你讲，咱若唔对随忏悔，啊，唔当佫唔对安尼，安听无？安尼罪业就会消，吼、哦，唔当提起啦，哈，讲我呢也无甚物悔，也无啥唔对，唔当安尼。所以是故众生应何口业？哈、哦，切莫恶口互相用吗？绝对唔当用歹嘴互相侮辱，讲迄个侮辱的话，爱来互相骂来骂去安尼。吼、哦，安尼你看爱信口业免，哦，袂使啊！我你讲你那卖骂囡啊哈，你家己囡啊家己孙那卖敢骂哈？我甲你讲亲情，你唔当骂死囡啊哈！我你讲砍草少，哪唔当骂？好、哦，今麦无去砍草少，今麦死伫路边拢砍白布啊！哎呦，所以你绝对袂使恶白骂人。我你讲骂人真严重哦，啊袂使咒诅。我唔知有讲一个德山的咒诅，大家恁听无？敢有？就是伫草屯吼，伫草屯青年中心接受北关斋戒。啊，我唔知讲一寡口业袂歹处，因为我伫读者文摘看到这段。读者文摘你知影无？今麦就将改成百六啊，当初一本是十六块，今麦起百六。迄内底有写一个员工吼，有一个负责人酒馆。啊，看囝看较大，伊开一间旅社安尼。啊，囡仔看较大汉了吼。伊即马即囡仔，就甲伊妈妈讲，唔甲帮忙啦，啊，就讲要出去，讲叫妈妈摕一寡钱，互出去第一所在做生意，讲迄个所在欠人家卖这个物件呢。而且伊就甲伊妈妈，伊妈妈一条卖这条钱互伊，啊，才出去了，就准去，经过拢总无消息，但伊妈妈着急，讲这囡仔到底出去是安怎？啊，因老母准伫厝呢，安尼着急，因为孤囝尔，啊，较天性个款啦吼。所以这样出来，经过三四年才回来，落片，钱开了啊！含在你兄我弟安尼弄榴莲安尼开了，啊，等因老母就讲，啊，等来就好，吼、哦，天下父母心啦哈，等来就好嘛哈，啊，你好好当出来帮忙，啊，这囡仔就乖头乖一张，乖一张了，佫有，佫开始就跟妈妈讲讲，你佫相信我一遍，我才出来。含甚物人要来做甚物生意？你阁相信我一遍，伊妈妈讲好，我阁相信你一遍。但你如果哪个再辜负妈妈，我要咒骂甲你死安尼。因老母就恨啊，迄个恨心就记咧，到尾钱克咧，未洗掉，因为因老母已经累积个吼，规个拢好伊。好了，这样出来那个无回无报啊，无消息啦，因老母就开始甲咒啊，吼、哦，就讲这个囡仔都死到他乡。可以做他乡的鬼，到尾伊这囝伫外国，准着胃出血，听无？每家因这囝胃出血，什么？因这囝胃出血，到尾准人因有人有甲讲讲，啊，恁囝都得一根酒家底去弄榴莲，因老母说句怨叹，等于这囝唔上家，辜负伊，就讲每日个甲酒，日甲酒，酒啊，到尾胃出血了，当来面啊黄皮皮。伊无好啦，胃出来安尼变坏变到阵，三级都响。当下伊就计跪伫伊妈妈，参拜伊妈妈讲：我无要插你，你我希望你现世安尼。吼、哦，到尾经过几日，因老母拢无要嫁伊，准拗住，准挑起啦。我迄时伫即个个草屯的迄个青年中心遐讲，然后到尾有一个女壮吼。前年当头三十几岁啊，伊即马讲事，我讲一个阮的家族的代志，互你听。讲恁家族安怎？伊讲你用这个典故吼，甲众生大家劝一下，叫大家吼，有哪事唔通恶被咒诅安尼。讲是安怎？伊讲阮阿公、甲阮叔公，都是伫德山街做迄个监工啊。什么监工？你知无？在这大了臭干啊！因为晋南山顶嘛有几丛啊臭干啊啦哈，山顶哦，伊迄阵请一寡对工人，不过有一个工头有一工甲因阿公借一千块安尼，这是一故事单啊。
啊，迄个一千块唔知偌大，我是唔知影啦哈，我唔知影。但经过无偌久，这个工头已经起来行因，咧起行因阿公，不过因阿公无得准起行因职工安尼。啊，这经过无偌久，伊只阿公要甲这工头，讲啊，你当时甲借一千块，就讲要还我，讲偌久就要还我。啊，开甲今仔只久啊，你拢阿个无讲，拢有啊。我当时已经起来行恁小弟啊。好、哦，啊！将伊只兄骨头收起，从见小弟来讲，啊，人某某人一千块已经起来行李，啊，你想哪块无讲安？伊讲无啊，我也不交接着一千块啊，啊，准两个带小钱，两个带小钱吼，到尾准去先红标，听无？有那小过哟，过了无一个结案咯，到尾去先红标就抓，德山的先红标啦哈，咱今物伫德山恁知影嘛哈？德山，但是去先红标就抓。现在因这个小弟就开始先收，再讲我那是当时有个某某人摕一千块，讲规家口死了了安尼，听无？但是呢，现在我到这个工人，讲我如果无还伊一千块，我那是讲有还伊一千块，我有那一家口死了了。你敢知？这个头家第三天毛登炎，急症的毛登炎是澳洲。三年拢总死三十六个，会啥未？很啥哦，你唔通学别个照做哦。三年中间死三死，除了剩死甲因老爸啊无死，不过因老爸那阿达阿达，就是这个甲讲这个小姐因老爸啊无死安尼了。好、哦，你甲想看麦？我甲你讲，绝对唔通随便恶搞自伤。你唔能随便俾讲酒，大家在选议员哦，拢种蛋白鸡有无？哦，迄到尾有拢喉癌啊，有诶掉头自杀啦，迄未算钱诶，不好玩呢，听好无？所以咱尽量讲恶咯，听好无？算人诶话绝对卖想卖念，直直讲恶咯。你若对人恶咯赞叹，人就结一个善缘，把只你诶好好福。修福就真好，啊！你那是迄个阿弥，迄个念，迄个咒，到尾你修烦就真歹啊！对人好，讲好话，你就好；对人歹，讲歹话，你绝对歹。你甲看伊安尼尔，三年拢总个族亲内底死三十六个，严重无？所以有时阵咒就讲要别人死，我甲你讲会死家己，无别人会死的。我讲妹妹要别人死，无可能。救救拢家己死，哈、哦！所以今来对正报上甲讲呢，恶口如毒箭，着物质破伤，地甲开问题，导致医火通通，哈、哦！挂失令自砍，初毒难思量，若无心无意，心口亦无妨，安听话。对、就是，讲恶口的人，真就毒钱要杀人，好无？哈、哦！但是因为迄个毒钱下去，去碰到迄个物件，安尼了，迄个物件绝对破。有无？迄个钱给下，这个目标就破一空底下，哈、哦。那么来，伊即马个讲安尼哦，地下个门就开个单头伊啊，叫做地下开门带，哈、哦。导致伊，但是你若落去地角，差不多迄个藤叶啊、藤萎啊地角，吼、哦，佮再来哦，甲你挂起，互你家己食呢，甲你挂你的籽，互你家己食。所以讲，苦楚的毒，吼、哦，啊，甲迄个毒害家己迄个苦，互你想袂到，不可数量的掉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所以今仔日他讲，若无心无益，譬如讲对家己都无益。就对精神这个嘴，所以叫做信口也无妨了。最后精神这个嘴安尼，哈、哦，就是讲对自身无益的，啊个对众生无益的，你最好精神卖乌白开嘴，看有无？绝对袂使讲唔对的，哈、哦，这些讲安尼哈，简单只就讲恶口薄，只严重拢对着地讲哈。无其他的过时间，恶口你就对着地角啊！哈、哦，这个是我吹出来吼，包括
大智度论法句经、户口经、德言经、正报相，安尼来补充。好啊，当然这个内容要搁其他侪有那有啦哈，其他侪有那有。什么来第七叫做机遇？那么这个机遇哈，即嘛这段就是原解，就是太乙大师解。机遇就是无机遇，就讲无中节的话啦，叫做无机哈。义就是义啦，啊无意义啊对哈，这个就是花言巧语，文过是非之类，这个叫做文，就是文章的过失，啊甲讲话暗砍家己唔对嘿，嘿叫做文过是非，安听看有吼，文章唔对，啊来作业，啊甲讲一挂话来暗砍家己安尼，迄类嘅，但是这个我咧叫做言不尽心，输人，输人心。但懂，因为你讲讲出来无义气吼，啊，让人心安尼烦恼。安怎样吼？当上公应，这个是讲安尼啦吼。懂这个意思讲白白啦，白白损失咱人的时间性命。你一世人讲安尼，啊，对家己都无好啊。所以义气呢，会引起人人入不下道，因为你讲迄个无正确的话，会误导众生。安尼看有无？就是入邪道，所以即卖读者法师拢安尼哈，真正读者法师拢安，这是事实的代志。啊，但是虽无义，理无义义，这是遐只水哈，还是理？水哈，迄是水较对哈，好，迄是水唔对，是理较对，反理的理较对，反理的理哈，哦，你若有别个解一个灵，即要看到，就别个唔对。理无义义，即如义义，安尼较对哈。迄是随甲改做理，管理的理哈。理迄个无义义，安尼就是如义义安尼哈。如义就是尊重一个意思，啊那在管理无义的话，才会当重点。安尼看有无？管理的理，甲改过，另一边阁看到怎样？啊，这个文个社会吼，迄个后边我会引入一个典故伫咧，吼、哦，后边引入一个，来，迄字就是理无义义。甲改字，甲改改。这个义哈，我再来再讲，这个义就是义。义的意思是义啦，啊义就啥叫做重点，讲下讲的话真合理，迄、那个叫做重点。这是音，甲改做重，重甲改做重破音，啊。所以这是义就是义，义的重点就讲真合理的意思。安怎样哈？那么这是个叫做理无义义。那理无义义就讲，这个就是真正确的话。好、哦，这是说明安尼哈。所以以上四种就是语业，包括恶口、机遇、妄言、两善，平常时为之口业安尼。哈、哦，所以随称口业的义无完满，但是法语需要后设坐定。好，比如讲，咱人会讲一句话哈，除了嘴啦、舌啦，啊，佮对这个都在发音，这个叫做坐定哈。所以口底是发语的功夫的之一，所以应该改做语业，改做头前这四种应该叫做语业。哈，那么下面这段补述，这段补述咱等待后回，明天准好。好。